妖茉莉，谢谢你的红纱线。爱企鹅 ，Hello Super Lucky，Hello 盛汉。我今天会有那个风扇的声音吗？因为我开了那个小的风扇，我怕会过热，然后又卡，所以我都开了。对，今天的妆蛋。淡妆，然后也提早了一点点开，原因是等一下三点我要去抢一个东西，对，昨天抢失败了，所以今天再抢一次，对，就是那种你知道吗，网购啊，然后你到某一个时间，然后你买的话就有优惠，然后优惠就只有几个人这样子。所以我都蛮想要抢的，对，所以我就对早一点开，早一点关，早一点去抢，没错，就是这样子。我很诚实，超诚实，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再来，所以就比较早开咯，大家可能会吓到，哇，还没有到时间，怎么就开播了？没有，就是，对，就是早了，你知道，就是这种抢购这种东西，我永远没有抢过，就是没有抢赢过，对。兔子在打喷嚏。昨天已经抢了一次，抢到，然后到26号都可以抢，所以就是会抢到26号这样子。对，如果就是抢不到就，就是一个缘分嘛。对，缘分没有缘分就算了。对。午安，他的暖风。我今天一直卡弹，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卡。东西，所以就早开一点，早一点关。然后等一下可能就是会有电话打给我，然后我可能要下去拿一点东西，因为昨天我不在家，昨天我去带我的兔子去看医生，所以我不在家，刚好那个快递又到了，我没办法去拿，所以等一下应该会去拿吧。对，对，就是这样子。啊！我今天一直卡弹啊，这心情超级奇怪，就是哇，一直卡，一直卡。虽然这已经习惯了，可是每次到直播都会卡弹，就觉得很麻烦。对，昨天呢，我的兔子去看医生，然后。那医生说他有点治疗太久，就是这么久也还没好，所以就是加强一点点那个药的剂量，然后也希望他快一点好，不然其实真的会蛮对兔子的身体蛮不好的，对，所以要尽快医好比较好。谢谢小叶的梦幻星座，还有盛汉的红玫瑰。谢谢龟缸 A 的年度选票，那什么名字？这很特别的名字哎。
他愿意吃啊，我的兔子很爱吃药，每次我拿那个药给他的时候，因为那个药应该是甜甜的，不然他不喜欢吃，然后每次给他的时候他都会想冲过来吃，你知道吗？就是直接冲过来，给我，喵喵喵喵喵喵！你知道兔子嘴巴，它就是那个舌头，它一直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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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超级可爱。啊，我知道那个水母，那水母其实大家在传的时候我已经看过了，就是我看过了三四天后，大家在就是开始在讨论这影片，笑死！就觉得哦，这走得太浅了，我那时候。那看到那个水母的时候，我就马上传给我香港的朋友看，然后他们都觉得很有趣，因为这是头身分离的，对。然后过了三四天之后，大家都开始疯传这个迷因，可是我已经看过 ，OK， 我已经看过了，对。哎。但兔子就是很可爱啊，对啊，它的鼻子会这样子动，然后它吃东西的时候嘴巴还喵喵喵喵这样子，对，超可爱。哎，然后我的兔子还是很喜欢咬我，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发现洞，它咬我的脚趾吗？谢谢小叶的戳戳泥，我刘海没有变短，是我卷的太高，对。就是，怎么说？就是我，我想说，我刚刚说什么？啊，他咬我的脚趾，然后他就一直就很爱咬，然后我有跟他说不能咬，对。他这几天有比较没有咬，因为我有阻止他，可是今天他又开始咬了，他就咬了。谢谢 Red 的戳戳泥，对，他咬我，他不是那种很大咬，他是那种就是我手指不是有一块肉吗？然后他咬这里咬，超痛的，就是那一下好像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其实是蛮痛的，我有点恐惧，你知道吗？每次他跑过来闻我的脚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下一秒就会咬我，所以我都马上把我的脚收回去。对，就是我不是盘腿坐吗？然后那个脚趾啊会卡在那个膝盖后面的那个关节的那个位置上，就卡在那，就两只脚都卡在那边，就用我的膝盖去保护我的脚趾，很可怕哎。然后因为医生他加重了那个药的剂量，所以他吃完药都很会睡觉，就是整个瘫倒在自己的位置上面，然后好像很舒服，想要爬起来又爬不到那种。这很，昨天第一次喂他吃新的药，觉得其实很心疼，你知道吗？就看着他好像很不舒服，想要爬起来也没办法爬起来的感觉。可是当我回到家，他又开始乱跑乱跳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药的关系吧，对，应该只是药的关系，所以就是对副作用啦，对啊，他吃了药才会吃到睡觉，就是吃了药的时候他就去吃那个草，吃到一半就是瘫倒这样，整个软掉这样子，对。谢谢 Joe 的香槟 Level 3，谢谢。呜，这很难过，你知道吗？兔子看到自己的兔子，这样子。然后兔子没有吃萝卜，兔子不会吃萝卜，兔子不能吃太多蔬菜之类的，因为里面那个水分太多了，会导致它可能它的。便便会水水的，还有不健康这样子，所以不太好，不太能吃蔬菜。等他长大之后，可以让吃一点点，就一点点而已。谢谢芋圆的星座浪宝，我看一下兔子。我不敢放我兔子出来，是因为我不想在我直播的时候它会咬我，然后说啊这样子。
兔子是素食，兔子主要吃牧草，嗯。然后它很挑哦，就是它有一些兔粮它不会吃，它很挑，挑食。我看一下，它在喝水。怎么判断它生病 ？Hello， 梦汉，梦汉，谢谢达美六的星座浪宝。兔子怎么看它生病？就是你看它有没有流鼻涕，然后如果它流鼻涕那种啊，就是鼻子会湿湿的，然后它鼻塞的话，呼吸声会很大，然后它一直打喷嚏的话，也要注意看看这样子。对啊，兔子是吃牧草，主食是牧草。小时候幼兔的话，就是六个月以下，六个月以下的话，就吃那个牧书草。然后，那个六个月以上的成兔就吃那个提摩西草。对，他们都吃草，对，主要是吃草。不能有太多水分，所以其实兔子尿尿很浓，是因为他们不爱喝水，对，他们喝很少很少的水。他多大了？两个半月吧。兔子红眼睛，我觉得是品种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的兔子眼睛很圆很大颗，然后很黑黑黑的，它真的是黑黑的眼睛，超可爱。白化兔子才会哦，才眼睛红。你以前帮同事养过兔子，只是放食物给它吃，可是味道很重，味道很重，应该是它可能沾到尿尿之类的吧？因为兔子大便不会臭，兔子大便是没有味道，而且不会湿湿的，是那种圆圆的、硬的，它不会。是那种软软的，就很像人类大便，不是，它就只是圆圆不臭的。可是你朋友家的兔子是踩到自己的尿尿，然后到处跑，然后就是没有擦干净就会有味道这样。我的兔子很，它有一股什么味道，有一个兔味，兔子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不臭。对，就是不臭，对。你们要看一下它的大便吗？要不要看兔子大便？兔子大便很可爱。对，就是兔子有一股兔味，对，就是不臭不香。不奇怪，就是兔子，对，就是兔子味道，专属的味道，专属的味道，幸福感冲爆，哼，硬要工香，谢谢正源的枫叶，对，以后就跟别人说，哎，你要看兔子大便吗？这样子，很难想象。很难形容的味道，其实兔子基本上是应该是没有味道才对的，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专属的味道，其实还蛮特别的，蛮可爱的，对，这是不错，这不错。我讲的越来越像兔子，对吧？还有叫兔子没什么味道，其实真的没什么味道是对的。哎，要来我家看兔子大便吗？超怪的，这样子，怪人怪人。兔子很可爱，幸福的味道，就我没有兔耳。兔子大便，你们知道那个吗？那个早餐的麦片有一种是球形的。然后是那种球形的那个球球的缩小版的黑色的巧克力口味的那种，
没关系，今天挂听 OK。可可球，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没错没错，泡牛奶吃的那种。你知道兔子会吃大便吗？如果兔子吃太多饲料的话，它的大便会臭，然后它的大便的形状会很像，葡萄，就是一颗一颗粘在一起的葡萄这样子，就是一串葡萄这样，然后那种大便就是会臭的。然后兔子就会吃那种大便，为什么会吃那种大便呢？是因为那种大便它是因为它吃饲料太多，所以有一点营养过剩，就是营养太多了，所以它把吸收不了的营养都排出来了。然后它会吃那大便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是正常的。对，对啊，没错，兔子吃回去就是为了再消化一次。所以看到兔子吃大便就不用太惊讶。哦 ，Miss 那 West Wally 的这件衣服其实我就只有一件，可是我很常穿，因为它很方便。Wally， 对，补充营养。大家也要记得要去买企鹅生血针，指定我，记得指定我，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发照片。我有全身的照片，也有自拍的照片，所以现在先放了一些别人帮我拍的，然后不是全身的照片。对，我还没有那个修好，还没有修好。有人找到这里。谢谢 Firumu 的幸运四叶草，还有李毛头的戳戳你，柠檬的红纱线，还有柠檬的红纱线三个。这兔子很可爱。First。我想讲什么呢？先喝一口水。谢谢小叶的梦幻星座，还有解成的梦幻星座。谢谢小叶的梦幻星座，星星他越来越大了，你懂吗？以前就是头是小小的一个，然后身体也是小小的一个，可是现在是这样子，头是大了一点点，然后身体哇又长大了，真的有差，差很大，差很大，差很多。对，然后他都很坏，他就跳到一些我不能，就是我抓不到他的地方。他有时候会来围着我的身体。就是他会找我，然后会对我撒娇，然后我就摸摸他，超可爱。对的，我的头发是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染的话都只有染咖啡色的部分，然后那个粉红色的部分其实是假上去的。对，为什么会用假上去不是染呢？是因为发型师他讲过，如果想要漂亮的颜色的话，你要染，然后你要保持它，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他建议我用假的。对，但是为什么会有星星？旅行列车，等一下，列车旅行中奖，当前幸运哦，开启幸运时刻哦，所以很多星星。对，我现在 IG 都出现很多兔子的影片。恭喜李猫头换到爱的小熊，还有恭喜 Firumu 中了那个浪花。
没有没有没有，我头发一直在这边，一直在左边。对，公演的时候一直在，也是在这边，我完全没有夹过在这边，因为这边会掉，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抓住，就在这边。对，一秒一秒越好玩的话怎么讲？一秒一秒越好。一秒一秒越好。谢谢小叶的一封信。Hello， 大林。我成日喺度谂，如果参加全民造星，唔知会点？好似都几多人讨论下，几好啊！好过我喺呢度，咩都冇人讲，冇人知。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好惨啊，好惨啊！粤语版很奇怪哎，就是那个音会对不上那个旋律。我看一下，我先用读，我先念出来。吹火泡泡，把自己打包。熟悉的风带我飘进你怀里闪耀，专属的味道，幸福感充饱。一秒一秒约好，一秒一秒抓找，一秒一秒找路找路，什么东西？吹人火泡泡，把自己打包。熟悉的风带我飘进你怀里，怀里闪耀，专属的味道，幸福感冲爆。一秒一秒约好，一秒一秒一秒找路，这超怪的，好不好？聊而赖醉，窗台撒娇，久违的哇，咩粗口？谢谢袁滚滚的扬帆远行。各位的盛夏又艳阳高照，将你温柔的笑暖得无可救药，真希望不光悄悄的梦到，以为没什么大不了，才轻易将拜拜说得潦草。当陪我躲猫猫，这次不去胡闹，一秒一秒约好，超怪了，超怪了。明明那么靠近，听得见体贴的叮咛，却要不呼吸，答应一起牵手逛的风景，总有一天一定无边无际。OK。真的不能直翻，真的不能，没办法直翻，超怪。哎，我觉得这个那个有一段就是那个间奏的部分，这个就快要趁不住气，越是着急越甜蜜，越不是意，一片片练习相遇，直到某天终于一如往昔。哇、wow ！我觉得可以直翻的部分就只有八八八八嘞耶耶。对，我看一下，一秒一秒微笑，微笑微笑，你做乜嘢？做咩啊？咩事啊？你不觉得讲广东话听起来会比较凶吗？就是。那个声音就是会比较压低一点，然后再加上那个尾音的部分，就是你知道台湾女生很多尾音就是啊，不是啊，啊，对耶，就是很多那种啊耶，嗯，哦，哦，这之类的。可是如果像一句啊，像这样，如果我问你说，哎，你吃饱了吗？就是哎，你吃饱了吗？这样子好像蛮亲切的。可是如果像广东话就是你吃饱没啊，
这宝美啊，好像很凶，对不对？因为那个 RO 都是比较往低一点，对，就是很对，比较没那么温柔，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啊，台湾女生比较温柔，其实就是讲话的那个语调部分吧，对，对，像我们的啊，好啊，哦，这些都比较低一点，对。然后，如果说是你想说啊，一秒一秒约好真好听，哇，一秒一秒约好真好听啊，就有啊这样子。然后如果广的话，就是哇，要么吼吼台哦，哇，吼吼台啊，都有一点就是比较低，你懂吗？对。而且其实台湾好像没有那个 low， 就是 low 就比较语气比较就是想要呛人的感觉 ，low， 没事呀，就比较少这种东西。可是广东话很多都是 low， 哎，我都觉得 low， 没事呀，就比较就是低一点，对，对，就是，而且其实香港女生比较独立一点，对，就是如果你说啊想要。就是台湾女生不是都很有时候会撒娇说啊，拜托给我买个包包好不好？拜托，就这样子吧。可是女生就是会觉得，我可以自己买东西，为什么我不自己买？就是觉得我自己有能力，我自己去买就好。就是通常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个性方面比较不一样啦，对，文化习惯差异，对。草莓酱那个，哎，我喜欢草莓酱那个贴图，哎，那什么贴图？那什么贴图呢？对，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想要形容一首歌很好听，就是台湾的，这是中文嘛，中文不会。加一句脏话在中间，可是香港可能会，这只是想要形容它超级无敌非常好听，可以说这可以的，就是会变成好好听啊，就是有一个脏话在中间，对，就是所以大家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多脏话，怎么那么凶？其实没有，就是大家的习惯。对，我也会这样子哦，我也会这样子。我都每次听很好听的歌，都跟朋友说哇，这首歌很好。很好听啊，好好听啊，黐线啊，好正啊，哇哇，然后再加一句，你哇好好听啊，你咁样黐线，对，因为 room， 因为我看到你拿那个东西，就想说，哎，就是怎么了？就是你就是受伤也来看公演，也太那个了吧？就是你懂吗？就是如果我受伤，我公演。对，我是会跳下去啦。可是如果我是像你一样，就是对，就是出就是有些事故的话，我就可能没办法上去跳。可是你还是愿意来现场看我们，我就觉得哇，这是我不是就是你知道开灯的时候我才看到你拿着那个辅助的东西，然后就哇，怎么受伤也来看公演，你太暖心了吧？你懂吗？你懂吗？系啊，浩然，冇错啊。我是一个很贴地的人，如果我不是偶像，应该可能在打印机直播成个统神这样。我意思是说话比较统神一点。对。我好像有看到绿草地。你想到火影忍者，你们会想到什么？想到火影忍者，我会想到忍者跑。忍者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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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村子里面的音乐，噔噔噔噔噔。
在打喷嚏。千年沙，你知道千年沙什么吗？我国小时候嘛，国小大概一二年级，那时候其实已经很流行火影忍者，然后大家叫千年沙，然后这千年沙是沙哪里？就是屁股，千年沙就在 weak， 就我看到男生对男生这样子，然后那另外一个就呼呼这样，会笑死。噔噔噔噔，阿鲁巴。卡卡西很帅，我永远记得有一个卡卡西，他有一集是做就是那个鸣人小樱，还有佐助，就是那个对佐助，就是他们三个很想知道老师没有带面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那一集一直疯狂在看他的那个吃饭的时候啊，然后什么洗澡的时候啊什么的，那个就是对在看那个他那个面罩拿下来的样子是到底是怎样之类的。对，还有以前有那种对，我跟你说，我国小六年级，我也是永远记得这个东西，因为那时候我也是突然又疯狂迷上这个火影忍者，然后我跟我哥看火影忍者的时候都会选里面的忍者跑，所以有一年的运动会，我就以为自己是火影忍者一样，就是哇自己很帅，然后我跑的时候是忍者跑，你知道吗？我手是放在后面，然后你知道是运动会吗？所以整个小学的那个学生都在那个看台上面看我们跑，然后这手放在后面跑，结果拿到一个，就是我们是初赛，然后初赛里面拿到第三名，然后可以晋级到下一个比赛里面跑。可是大家跑得太快了，所以我没办法追上。对，就算就是因为我晋级之后，我就觉得我忍者跑好像有点丑，所以我最后还是正常的跑。对，你知道忍者跑真的是太棒了。太快了，真的很快，真的很快。不尴尬，可以说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就是这样子。其实你的梦想不敢在运动会这样子跑，我帮你达成你的梦想了，帮你忍者跑了。对，风阻变小，然后就你知道这样子忍者跑啊，就像是飞机嘛，飞机的头不是尖尖圆圆的嘛，然后它在飞的时候也会减少这个风阻嘛，所以其实就是同一个原理，就是这样子跑，嘿嘿嘿，我超兴奋的，我那时候 yes， 初赛第三名，哇，超酷的，不累啦，那时候跑个100米之类的还好，对，我跟你们说。其实公演的那个向下车我有想过，因为我想了之后我发现不是啊，我拿很多东西我没办法做到这种东西，就是其实我很想在下车的时候就是那种 superhero landing 那种，然后就是一跳就蹲下去，然后再抬头，然后就进去的，可是我发现就是我拿太多东西我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我都没有做到。对，可恶。然后我有想过每个月是什么，对，就是像我想要蜘蛛人的下去啊，想要 Iron Man 的下去啊，想要像黑寡妇的那种下去，对，就是想了很多这种东西，可是我每一次公演我都发现不是，我拿太多东西，大包小包什么的，超多东西我怎么做啊，就是肯定会跌倒吧，对啊，一下就不好意思都是掉了，然后他就收到我，就是看到我那个狼狈的样子，所以我没办法做这个，我说 OK 没事，所以我上一次我就是对，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就是我们在车上展开了一个 airdrop 大战嘛，所以我下去的时候我想说我要 airdrop 星星的照片给大家，结果大家拒绝我了，我相信是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就发现有 airdrop 飞出来就会赶快把它按走，所以我都被拒绝，然后当我发现我在很满心欢喜打开我的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拒绝，已取消什么的，笑死！谢谢 Lowly 的星座浪宝，还有玉安的粉星星。对，所以我就
然后我进去之后，大家就就问：“哎，你真的是有 AirDrop 吗？”我说：“对啊，我有按，可是大家都拒绝我了。”然后他们就说：“哦，应该是因为就是那个吧，就是大家想拍照，然后手机都关掉了之类的。”然后说：“对，应该是。”然后就其实也有人阻止我说：“啊，这样子其实蛮危险的，不太好。”我说：“好，那我下一次就不玩了。”可是这次。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拒绝了，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都已经没了，所以大家放心，我不会再叫大家 airdrop 了。对，对，所以你们会看到我下车的时候就 airdrop， 然后就进去了。大家应该很什么 airdrop 干嘛？对，我曾经试过，就是当然我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啦，我就是 airdrop 那个 AKB48 Team TP 的那个。专业给大家，对 ，AirDrop 这个 AKB48 Team TP 宣传一下，哎，既然这是这么多的那种，我看过很多的文章，就是什么 AirDrop 手机号码 ，AirDrop 一些什么自己的 IG 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好，我 AirDrop 那个 AKB48 Team TP 这个专业给大家 AirDrop， 结果真的有人接受，就 Yes 宣传，对。收过宪哥提醒你 AirDrop 没有关，但就是你知道街头上很多人就是随便 AirDrop 一些东西嘛，像之前吃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啊，有那个问题纸，对，那个问题纸是让我们解闷的时候可以玩的，就是不是，我意思是说排队的时候解闷玩的，对，结果呢，大家在 AirDrop 那个答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答对好几个问题，两边都答对的话，都会送你一个料。所以呢，我那时候没有开 AirDrop， 开 AirDrop 的是别人，然后别人就 drop 给我旁边的我的朋友，然后朋友就哎，有人 AirDrop 我答案呢，就是他传给柏林了，对。然后柏林就因为我们的 Puzzles 去吃火锅，然后他就收到那个答案，之后我就说哎，答案哎，谁给你？他说有人 AirDrop 给我的，哇，然后都快笑死了，我快笑死了，他说哇，那么好，要不要把这个欢乐传播出去？然后说好啊，那随便 AirDrop 给其他人，其他人也接受了，然后就听到朋友说哎，我有答案哎，然后有人就说哎，我刚刚把答案传给你哦什么的，笑死，这很好笑，这是很有趣，你知道吗？太有趣了，对，很好玩，真的很好玩。然后还有，为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宣传 AKB48 Team TP， 你可以把我的 Instagram airdrop 给大家，对。可是千万不要用我自己的名义，因为我平常在，其实我觉得 airdrop 很耗电，所以我都没有开 airdrop， 就是我除非别人说。哎，你开 AirDrop 了吗？我把照片传给你，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开。可是平常的话，我不会开 AirDrop 这样子。是这样子没错，对。哎，这是很好玩。然后我觉得，就是没办法抽到那种 Superhero Landing， 就觉得有点可恶，就是做不到，哎。有什么提议吗？谢谢大家的礼物，太快了，那个红包。然后我看到好像是 Sam 吗？是 Sam 吗？我忘记，我怕我认错，其实。然后他有一直举我的那个应援手。毛巾，应援毛巾对吧？应该没有认错吧？他一直举，然后觉得我都这是我前四首，他都一直举，所以我想说不累吗？我觉得应该很累吧，可以放下。我看到你，我真的很担心，就是会不会很累？对，所以我就他是有点就是抱歉，就让他一直举。可是如果不累的话，那就好了，我比较安心一点。然后因为是最后一个月的，就是一年里面最后一场的 reset 公演嘛，所以大家真的好像声音有比较大，你知道吗？你之前推广
送 TTP 五单给微积分教授，他反应，他反应超少，他反应是怎样？他怎么？他反应如何？很好奇，我很好奇。请说，请说，我想知道大家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对对，他在侧排。对。然后我觉得大家的应援声真的有比较大，所以我跳的比较有在状态里面，就是整个人都陷进去表演里面了。那我觉得很开心的是，大家的声音都很大，然后我也在状态里面。这次公演是我真的是继八月以来最好的一场公演吧，我觉得。就不是我们不是有一场，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哇很整齐嘛。除了那一场以外，我觉得十二月的是我最满意的一场公演。嗯。他愣了一下，然后，哎，这什么东西？然后放了我的声线，耶！推广教授，教授来看我，来跟我握手。公演结束之后一起去吃饭 ，Sam 的手都没办法夹菜吃。我真的想说，他的手一定会很累，他一定会很累。他打开来看，一脸震惊说：“啊，还挺改的，嘿嘿，谢谢教授，要不要？”来跟我握手啊！要不要追上我？说不定教授也是一个蛮会追星的人，然后已经追上我了，会不会？李乌诺在那边，谢谢 Sam 的告白气球。我真的是觉得这场的公演真的很棒，大家都表现很棒。对，还有我们MCE 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说灯箱嘛，就是我不是那时候讲了一句，就是啊，哎 ，Andy 已经18岁，我已经快，我下一年已经哇23岁，我还没有过灯箱，就是我这样子讲，我没有那个意思哦，我那时候讲就只是想要说那个年龄对比，你懂吗？年龄对比就是那种哦，就是可能他1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 iPhone 了，可是我18岁的时候还没有 iPhone， 是像这样子哦，年就是那种时代啊，年龄的那种差距，对，就只是想要这样子而已。可是我很怕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是在抱怨之类的，我没有，没有，我只是想要有那个年龄差距。我那时候我讲完之后，我们回到后台，然后他们就说墙面有点失控了，我就说啊，真的吗？真的吗？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一直在后面一直换衣服的时候就说他会不会误会了，就一直问。可是柏林他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所以他也直接跟我讲，就说我知道你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据我认识你这么久，他都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就还蛮安心的，就是 Daisy 的人会理解我。对，可是我很怕，很怕如果是粉丝，别人的粉丝听到会怎么样呢？所以我就很担心，我很想出来解释一下，可是，毕竟是公演嘛，所以还是不要在公演里面讲好了，还是在自己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讲比较好。对，我超紧张的，超紧张。哎，想问乐团会不会出二的？我们其实很想出，我们乐团大家非常想。一直想，可是公司有自己的规划，所以就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去讲一些什么的。对，而且幸好这次的，就是我讲这个的时候是自己的墙里面，这是 Uni Daisy 的公演里面，所以幸好，就是比较了解自己的人在这场公演，对。所以这比较没那么担心吧，对。
乐团成员自己 cover 歌放在 IGTV， 你说的是我们自己练一首歌然后放吗？其实我们也有想过，可是因为最近的练习加上很多的规划啊什么的，太多东西要练了。对，我自己是比较闲的，可是要上学的人会比较忙一点。对，这很想，我们都很想。对，很久没有练乐团了吗？很久，就是，很久没有练新的东西。可是我们各自都会练一些个别自己的东西。对，而且我们其实很多自己自主练习的时间，然后就是每组都是不一样的时间嘛。有时候我们练完，下一组就是 Sakura 了。Sakura 可能练，他们可能跟 Bellflower 同一时间在练，可是我们对，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 Bellflower 跟 Sakura 有时间，我们 Daisy 都没有时间。有时候 Daisy 跟 Sakura 有时间 ，Bellflower 都没有时间，就很难合得到那个时间。对，可是乐团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企划，其实。对，都会错开，然后对，开一个 solo， 你说开一个 solo 的意思是哪一种？哪一种？我很喜欢乐团的。乐团不会忙，不会不会，放心放心。听一下乐团的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乐团类型的乐团的歌。对，顺道可以滑一下手机，看一下我的 Instagram。我真的是最近，我可能你知道吗？有时候东西自己太介意的时候，你都永远得不到。有时候你不介意，你快放弃的时候，他就会突然给你。加上这个 Instagram 的这个，我真的很想在12月前破六万，可是，不是，是在过年前破六万，可是我就是一直被退追又追踪，退追又追踪，所以其实真的是很难这件事情。对，我有一阵子突然到了五点，就是五点。等一下，59,300之类的，可是现在又掉是59,200，所以我每天很在意这个东西。有时候这种东西你不介意啊，它就自然就会来了。可是你很介意的话，它就是一直不会有。对，对。可是如果追踪的数量比退追的人多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好了，也是可能是我自己发文比较慢一点。对，可是每次发文都会有比较多的人追踪，你懂吗？就是发文多不发文就少，发文就多不发文就少，这很怪。对，我喝过那个星巴克的圣诞新品，那个缤纷派对拿铁就比较甜，就是很甜。对，我觉得你们去喝太妃和果风味，或者是那个咸焦糖就好了，这两个很棒。对，就这两个。可是我工作以外就是练习啊，练习就是没有穿那么好看。
我有别的照片了，可是还没有拍到那时候。然后圣诞节我就一直没有那个圣诞气氛，你懂吗？现在就每天都是练习练习工作工作，练习练习工作工作，就是很没有那个圣诞节的气氛，就有点，拜托给我一点圣诞节的感觉。太妃和果是去年就已经有了，那个真的是很好喝，很香，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喝喝看。对，去吃饭的生活照，我吃饭的地点就是在家里，我没怎么出去吃最近。那个企鹅的生血在吸，发完那个就 OK 了。我很爱自己一个吃，可是自己一个吃都没有人帮自己拍照，真的。而且其实我，因为我怎么说，就是我很容易就是讨论事情的话，我很容易都会变成那种比较情绪带着自己的方向走的人，所以当我一直讲那个。所以跟其他成员出去，我们就会讲到很多的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一直，我就一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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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所以都比较，对，红豆水，我喝红豆水，突然喝红豆水，我不喜欢吃红豆，我很讨厌红豆，可是我爱喝红豆水，对，然后你看我就一直掉东西。没事，就是我会，我在生气难过的时候都会用吃来是抒发一下我自己的情绪。可是我真的，我2021年整年都在抒发我自己情绪，所以我真的很爱吃。然后吃到我现在就是胖胖，我胖胖，我超讨厌红豆口味的各种东西。我是极度讨厌红豆 ，OK， 谢谢大家。可是你要我吃，我还是会吃，还是会吃的，对。看多少？面包超人，没有很喜欢。面包超人，对，鲷鱼烧永远不会吃红豆口味，三文饼永远不会吃红豆口味。胖多少？有很多。对 ，My Chemical Romance。大家觉得少女偶像不会跳舞，不会跳，不是，是不会听乐团的歌，不会喜欢乐团，不会喜欢摇滚，不会喜欢流行曲，流行摇滚什么的，跟你说错了，都是错的。我很爱摇滚。看跟什么时候比嘛。跟疫情前比，有胖，
蛮多的，可是也长在除了胖以外也长在奶上面，所以我还开心，怎么说，我很开心。奶，我爱，我最喜欢。工作跟喜好是分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我不知道。工作跟喜好什么？你说吃吗？饮食还是你说音乐？我很爱摇滚歌曲啊，很爱林若仪摇滚啊。对啊，啊！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个世界真的很爱很秀的，就是这个台湾的社会很爱瘦瘦的，所以我很难过。哎，你错了，我工作不是偶像，身份是偶像，偶像。是不会变成一个工作的。如果工作是偶像的话，那我对偶像的热情也会被磨灭。对，所以我是不会把偶像当做一个工作的。对。So I will go watch you turn that you always do。我看球赛啊，我爱看球赛啊，我都喜欢呢、欸。快过去，哎，到了，我好想吃洋芋片。台面上的流行跟大家喜欢的不一样。我看 NBA， 我看足球。哎，你们有看那个欧联抽签吗？就是那个抽签，就是很，你懂吗？就是他抽签出错了，然后最后变成。就是在重抽之后，就有一场是皇马对巴黎的，我就有一点哇，这一场一定要看，一定要看，哭！我不知道，就是对，有人说是坐票，有人说是真的是出错。然后其实我觉得没，就是出错这种东西，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有一个现象叫做墨菲定律，对，这个定律就是你这一件事情不会出错的，可是它总会出错一次，它总会有一次意外，所以呢，这是无可避免的。那它就是出错啦，那就没办法避免了，对。对，现在这个年代是越来越喜欢丰满性感的，就是不一定是喜欢很瘦很瘦的。对，那种不是胖，那种是前翘前凸后翘。呜，谢谢OSS 的麦克风。那曼联对那个嘛，对马体会，马德里竞技。我最近很想吃大理石面包，然后我就懒，
我这懒打字，我这跟家人说，就很想跟家人说，我很想吃大理石面包，然后我就传一个讯息跟我们讲，跟我家人讲说很想吃大理石面包，可是我用语音换文字的，虽然我就直接用讲的，然后没有检查，我就传出去了。然后当我看到我自己打的东西的时候，我真是笑出来，因为我打的是带你食，带你食面包，带就是带我走的带，你就是你，然后食就是食物的食，它出现的是带你食面包。我家人就说那什么意思？我说不是，是大理石面包，对，很白痴，你知道吗？对，带你食面包，而且我那时候讲的是广东话，广东话的大理石面包是带你食面包，然后带你吃的那个吃是的意思是的，那个、广东话是带你食，大理石就是带你食，带你食同带你食，我就哇，我就太像了两个音，对，我带谁吃？我很想是带理石，等一下，大理石面包，可是我永远找不到，因为我那天是，彩排天的时候，不是彩排天，而是公演天的时候，吴婉玲就拿起她大理石面包就吃了，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说，你是在哪里买的？我这就找不到这个面包，我也找不到，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他说我在这边没买的，我就说我要去买，我要去买，我就买不到大理石面包，然后我就去买了另外一种那个的大理石面包，是那种很大，然后是里面有很多巧克力，也是跟大理石面包一样的，可是它是一整块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吃的那个蛮好吃的。然后我昨天带星星去看医生，然后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呢，那个附近有一家面包店，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最后一包，我就因为它很贵，它65块，才四个小小的方形的，所以我觉得很贵，可是忍不住了，真的买了回家吃，不好吃。我要吃了69块买的一包大理石面包，很不好吃的面包，我真是哭爆哎！这哦不好吃，可是买了还是得吃，我就吃完了。对，好事多有，可是我没有好事多的会员。OK， 结束这个话题，我没有会员，没办法去买。对，哭了，那很不好吃哎。因为它是大理石面包，它不应该是那种牛油味很重的，奶油味很重，可是它就是很重，然后那个巧克力酱是那种超级不好吃的巧克力酱，所以它两个都是混合在一起，混合的混那个音是怎样混合在一起之后，我就觉得哦不好吃，真的是不好吃，可是因为我很饿，我一整天都没吃，我都吃了。对，哭哎，我就哭出来。哎呀，是风仔吗？是风仔吧？对啊，你龟干哎，龟干哎。哎呀，这不好吃啊！那个这不好吃、啊。我刚刚看到就是龟干哎，就说。我烤给你吃，我就想说一定是风仔，因为就是风仔是面包师傅大师傅大师兄，他会做面包，我不会做面包，我很想吃面包，我好想吃大师面包，我等一下去下去看，要么我去，好好、哦，我要下去买东西吃，可是我早上有吃一点不会饱的东西。可是我昨天晚上才说过我要减肥，我才说过我要减肥，我都要吃吃面包了，救命啊！好苦哦，谁来阻止我的嘴巴？为什么我不是那种天生的很瘦的人？
为什么我不是天生就是吴文林这种人？吴文林好说，我想到时候才想哭了，因为我就是我不是那种天生就很瘦很瘦的人，然后我也没有很喜欢运动，我也很爱吃，救命！救命啊！而且我真的，我家人的遗传就是我家就是比较肉肉的。每次想到这部分都觉得好难过，怎么办？我真的很讨厌运动。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为什么会疯狂跑步。谢谢北极熊的盛典长辈，他吃不胖，他还瘦了，然后姐姐还给他吃那个炸鸡排跟饮料，我想说哇哦，我可能是他的两倍吧。那是哭，我家除了骨架大以外，也是比较胖一点的，对。然后我发现台湾的女生骨架很小，很瘦，真的很瘦。我很辛苦，然后奶也很大，救命！除了我们团的人以外，外面的人都是又瘦又有奶的，我就很羡慕，你懂吗？可是我高，我高，别人也很高啊，别人也很高哦，我好羡慕哦，我都要哭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看来我要再重新投胎。对，重点是在奶，奶很大，我很羡慕，又瘦的奶又大的，我喜欢，我羡慕。我不高，我这种身高真的是没有到很高，168的才算高，以我的标准来讲，对。可是，我们团里面很多很瘦的人，所以我跳在旁边我都很吃亏，对，吃亏。我曾经有问过，就是我问过瘦，不是我问过人，就是瘦没有奶，还有奶可是比较胖，选哪一个？大家都会选瘦吧。对，奶不是重点，心态好才是重点。就是我喜欢的那种，不是说，就是有奶就倒的那种。我喜欢的，就是我希望自己是那种健康，像 Twice Momo 里面的 Twice 的 Momo 的那种，就是又健康又有奶的，这种真的是很棒。对，女生在意的是体重，对。可是体态才是最棒的，我觉得体重也重要啦，就是可是比较在其次，对。奶也是要好看的、啊。没有，我跟你说，国术当你遇到的话，你就会想说，我还是觉得瘦的比较好这样子。通常现在讲说，我不喜欢太瘦的，比较胖的跟瘦的，我比较会选胖的。可是如果你遇到这种瓶颈的话，遇到状况，你就会很瘦的好。大理石吐司，好想吃哦！瘦跟胖也有好有坏，对啊，看怎么抉择吧。均称当然是最好，就是刚好是最好，对。
个嘛，还有其他人的直播，平安的直播吗？我不知道啊，我饿了，我饿了，我早上有吃一个沙拉，可是我饿了。啊，真的、哦，谢谢你们陪我，你们可以两边跑，我 OK， 觉得互相陪伴。救命！我饿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下去买东西吃了，我已经没有力气。没有力气。门连播，粉丝都不用两边走。可是如果两边连播的话，是会两个一起直播对吧？然后就是。就是连播是大家都有算直播时间对吧？哎，我很好奇，星星的草是什么味道？会卡。Falling in my sleep, it's worth it when I'm not here.Feel it's all I for。 哎，对啊，其实我真的很好奇是什么味道，我真的很想试试看，我可以吗？你会觉得我是疯子对吧？可是我真的很好奇，我不是饿了才吃那个，可是我真的是很好奇，等我一下，我很好奇。就是吃很多，就拿了一根。哎，我有兔子耳朵，我有兔耳朵。不要问为什么我会有兔耳朵。大家应该知道我喜欢什么，知道我有兔耳朵。你看，这是草。哎、啊，我昨天有买，就是我昨天练习完之后马上冲回家，因为我就是为了去买一个零食给他，然后我看到他吃得很开心，我就放在我口里面，就想知道是什么味道，结果是甜甜的。对，你看，兔耳朵，冰棒，对，坤坤你答对了。你偶像的生活圈，他直播吃草，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它有那个回甘，你知道回甘是什么吗？就那种你吃了之后你觉得没什么味道，可是你咬着就是有那个清新的草味出来了。我觉得配这首歌真的很对，这首歌叫做 What I've Done， What I've Done。味道吧，它不好吞。你在听 First Rabbit。
我觉得很适合配番茄酱，难怪他不喜欢吃这种草，因为这种纤维很多，就是他不喜欢，就是觉得不好吃吧。我家有柚子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不爱比较粗的那个梗，对，就是因为他那个粗粗的粗纤纤维不好咬。你听这首歌就会想到我吃草，你要想到那个吃的很开心的画面。其实这首歌很可爱，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 Uni Days。我好饿，不是很饿，我有点晕。我该吃点甜的，我真的是有点晕了。不是因为吃了草，是因为我还没有吃东西，还有我眼线掉了，你看到吗？契儿的一封信，吃草的偶像，我就是吃草，真的很可爱。还有胡萝卜，我可以吃洋芋片吗？啊，对，我有点低血糖。拿了一个马蹄，这样行。在抖。疫情严峻。偶像只能吃兔子食物为生，惨不忍睹。但我直播都会晕，要小心哦。嘿，吃了一颗马蹄，我喝了这个，举弱，应该 OK 吧。泡热水应该会有那个茶的味道吧。茶叶应该是草吧。他有点，他喝完了。
我觉得所有的人吃东西都会很可爱，是因为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对食物有会有一种渴望，所以喵喵喵喵这样子就是会很可爱，所以大家都可爱，你们吃东西也可爱，我也想看你们吃东西，你们等一下去拍那个吃东西的限动给我看，我要严格教你们怎么吃东西吃的可爱。首先你要喝这种东西的话，不能这样，不能看，不能看。所以呢，你们要呢，就是为了不要让你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放在旁边。然后适当的时候，你要这样喵喵喵，可是不能发出喵喵喵的声音。你要这样。然后你要，哈哈哈哈，你要，那种都很可爱的。然后在镜头后面就，一直喝一直喝。像我一样。在朋友面前这样子吃，应该会被打。没关系，我会打得轻一点的，我会这样子，你的朋友，然后我再这样子可爱的打，教你们怎么变得可爱。首先喝东西的时候要，然后嘴巴要，然后这样，应该真的会被打。做呢，我觉得呢，该去尿尿了，各位，我先去尿尿。捡一下我的垃圾。救命！我还是有点那个，救我！
还是不想吃这种东西，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我都想吃。家里就只有麻糬，所以我就吃了点麻糬。那我今天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肚子里面都是麻糬，吃麻糬会怎么样？吃麻糬会胀气，就觉得有点那个，就是快递来了才有的吃吗？不是，是因为我不是啊，是因为我在直播嘛。然后如果就是快递，我希望他们在快，不是，而且哇，我在讲什么？我希望在直播的时候快递来，然后我去拿了之后，那快递又不是吃的，其实，所以我要直播结束之后我才去吃。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吃，可是我真的有点饿。对，谢谢神推星星的告白气球，还有王爷的。黄金四叶草，但是我应该怎么了？这个快递来了，我喝的是是水。我听到那个车的声音，就觉得是快递。还是不是快递？嗯，救命！对啊，我们来想一下，午餐吃什么？你们都吃什么？我要吃什么呢？摸一下我肚肚，哦，肚肚，可爱肚肚，啊，肚肚，要拿死我冰上面我不会碰到的东西，就是柚子酱。看来我要喝它了。就是好像是我之前觉得很冷的时候，我就买了。汤包，汤包是什么？汤包是什么？是那个吗？像。那什么？汤包是什么？对，我有热水。seven 的那个我有想过买，可是我每次拿起来我都把它放下了。是这样子，想吃什么都想吃。我觉得我是活在以前的 AKB 里面。可是我不想吃零食，毕竟我前几天才说我要减肥。
在，我也是活在以前的 AKB 里面，因为以前 AKB 比较那个是我喜欢的类型吗？对，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是我喜欢的前辈们都在里面，柚子茶，我还有绿茶，我可以做一个柚子绿。对吧？耶！而且我有特权，我有特权，不用减肥的特权，就是因为我这几天刚好先不用减肥，过了几天之后就要减，原因就是因为女生嘛。比较传奇的那些成员都已经毕业了，好，我应该没什么事，喝了柚子茶。我不胖，可是我站在别的成员旁边看起来都胖了。脸比较像兔子，我的肚子不像兔子。今天我家今天没有吃的。我兔子好像在休息。国叔要吃过期的零食，是高糖分的东西，只是为了先缓解一下我现在的低血糖。我刚刚真的超不舒服。是我的妈妈，蛮好的，就是对女孩，因为自己也是女孩嘛。那国叔也是蛮疼自己的妹妹，你都会遵守这个吗？就是过了几天才吃她的零食。I told you there'd be peace.
你们很瘦，我也很羡慕哦。谢谢颁奖的浪漫星座，还有钻石繁星。暖风小妹妹，对不对？哎，这首歌蛮不错的。偷吃巧克力，没关系啊，人嘛，我也会啊，跟自己说我要减肥，可是我又在偷吃。想要妹妹，其实有妹妹蛮好的，妹妹很疗愈，除了她跟你吵架的时候。真的。这个吗？可是我放错歌。幸好我有哥哥。想中想把妹妹变成女朋友的妹妹 ，yes， 乱讲，哎，我很闹，所以就是，对，不用介意，没有，我知道大家没有会，我就只是自己在嗨而已，很担心大家会那个，对。我是别人家的妹妹，这个 MV 是只兔子在跑，兔子也不会两只脚跑，好不好？对，真的当哥哥的看妹妹，还蛮会想象成，女友，因为其实当哥哥的话，就会知道自己的妹妹在家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所以都会没有这种幻想，嗯。哦，你讲，哦，你讲的是，啊，兔子跑超快，真的很快。我的兔子都跑很快，喜欢别人的妹妹，对。女生朋友们，给你们介绍一个，如果你们身边有妹妹、有女朋友，或者是你的妈妈，那个来的时候会痛的话，推荐你们买这个 IBE 的，这个对身体很好，也不会做成一些负担。它特别是针对女性而去设计的一个就是药，对，然后真的很蛮有用的，对。哎，怎么我会突然这样讲了？就是因为。
我需要它，对，我需要它，对，所以我把它拿过来了。然后我想说的是，那天公演，对，公演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对，然后这个小故事就是呢，我们因为要换衣服嘛，所以换衣服前我们都要把便当吃完收好。然后那时候柏林还没有吃他的便当，是因为他在化妆还有做头发比较需要点时间嘛，但他都没有吃到。然后刚好他要去好像去找老师，请老师帮忙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在整理桌面的时候，姐姐就问这个便当是谁的，我就说是柏林的。然后姐姐问他要吃吗，还是他已经吃完了，我就说他还没吃，他应该等一下结束会吃。结果呢姐姐就把它放在抽屉里面了。然后公演结束，柏林在找他的便当在哪里，我就跟他说在那柜桶里面。然后他说好，然后他就打开那个抽屉就拿出来了，谢谢。然后我就说我刚刚是不是在讲柜桶，那你知道柜桶是什么吗？他说不知道，可是我 get 到你说什么。他就说然后我说这是有点默契你知道吗，快笑死。那柜桶是香港的讲法，柜桶就是抽屉的意思，柜桶这样子。他 get 到我觉得很幸运，就是觉得是一个他 get 到我们又有默契，就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对，好，有卡吗？我直播在卡，如果是卡了，那怎么办？没有卡，对，就只是想讲，我刚刚做的是，其实我刚刚讲的是。只要讲抽屉，结果我讲到柜桶，对，可是他又 get 到，我觉得很厉害，对，顺。对，相处久了，他 get 到，他真的是太猛了，太猛了。好，我现在要试吃这个咯，没有试吃，是我需要它。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对女生还蛮好的，而且就是这个药了，我说，而且它不会伤害女生的心情，对。跟你说，我还是 my bro，OK？、Okay? 我好兄弟，有什么我会支持他，支持到底。我们真的是，虽然我们真的不会像萨库拉那样子，可能会一直发影片啊。不会一直发照片什么的，限动什么的。可是我们每次练习都是很团结，你知道吗？谢谢。呜噜噜，滴，比噜姆，谢谢。然后，就是我刚刚想说的是什么，我忘记。是忘记拿才会带，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很多机会可以再见到吧，包括什么那种浪盛典那种
还有可能以后也有机会上他的节目，对，到时候再拿。意大利，意大利人最喜欢的动作，一二三。对啊，听说那个世界杯是葡萄牙跟意大利两队，其中一队就只有一队可以踢世界杯，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子，没有记错的话。啊，刚刚忘记谢谢鲁鲁姆的列车旅行啊！对，我想要讲的是这个魔法小窝。你上次第一次来看公演，对不对？小瓜，小瓜牛。不对，那像是我的快递，是不是快递要来了？觉得第一次看公演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如何？请说，你可以告诉我，因为我很好奇大家的感觉。对，世界名画等待快递的少女，看到我屁股，可恶！她明天就要比盛典，我要怎么做去支持她？打电话啊，可是昨天是像现在差不多的时间，他就打电话给我了。哎，对，你怎么会知道这是 Live in Texas？ 很感动。你知道文字是很难表达那种感觉吗？除非真的是文笔很好，我觉得很难。像我想要跟人家表达那种哇。这公演的感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都好像表达不了那个我心里的那个感觉。你有买？你有买？你有看？应该都有看完吧？然后你就记得认得到这个 live 的感觉，超猛，太猛了。有的人写 report 只会讲相对，我觉得，因为 reset 是一个大家看了很多次的公演嘛，然后每次你们都会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就是写这些 report 一些感觉，我就觉得还蛮感动，你懂吗？是很感动的事情。嗯，啊，他吐痰，我看到了。我说的是这个表演，还是听一些大家会比较那个的感觉，比较少女一点感觉的歌。可是我很爱 Linkin Park， 我很喜欢七十四分之一的你这首歌 ，HKT48。如果我们有机会唱 HKT48 的歌就好了。公演很棒，第一天至少，第二天公演太痛，直接躺在家不能去。你要买第二天的公演呢？看完公演感想很难用三言两语表达，的确是。
如果可以出像这种歌的话，这首歌不觉得很温馨、很甜、很可爱吗？不觉得吗？公演也会累，也回家睡死，笑死。哦，对，也是啦，就是脚受伤，其实是，我懂那个感觉，我懂。我也曾经公演前两三天拐到，三天嘛，过年前三天拐到，吓死我了，那是，吓死，九月还是十月？十月吧，好像是，吓死我了。十月还是十一月？十月吧，好像是。哎呦我天！十一月，对，那时候我公演前三天才拐到脚，痛死我，我真的是。我第二天醒来，然后发现不行，我脚没办法站，我真的没办法动，快跌死！你被撞的当下就是觉得公演怎么办是吗？你不是想其他，你就是在想公演怎么办。拼声音站，对，十应该是十月。好想要跳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对吧？很甜。衣服又好看，衣服超好看。谢谢 Freeroom 的 Kiki 做你的喵。对，公演那天又很早起，像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很早起集合，然后到那边也有一点点彩排时间。对，很棒的歌，很棒的时期。谢谢颁奖的文手礼，这首歌也是很棒，救命太棒了！谢谢威尔的红玫瑰，三点要抢东西，那可很可爱，对，很可爱，的确。那我们公演的一天，如果是礼拜六的话，对你们来说是一整天的活动，因为早上你们要就是跟我们啊 ，Hello 小弟小弟，哇 ，You the Daisy， 然后看完表演要等到下午的时间，就是对，再看表演，看完表演还要去聚餐。对不对？
对啊，对我来说，就是最神的时间，就是最棒的时期。然后我那时候我彩排的时候，我穿萨克拉的那个，就是小樱花的演唱会的那件 T 恤，就是对，然后哇，你走过来说，哎，你喜欢他？我就说，对啊，我在你这个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就很喜欢他。我说真的、哦，他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我说对啊，他在很久，他很久了。真是笑死，真是很喜欢这个时期。代役呢，他都不会选到我吧？对，如果选到我的话，感觉我去当代役啊，我可以吸引到其他人的粉丝。对啊，我也蛮想的，蛮好玩的感觉。如果有一天你们让我，这不是，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我跳柠檬的年纪，你会吓到吧？唱这首歌，献给大家柠檬的年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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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会呜，你会肯定吓到，笑死！音主代役，可是我跳的歌曲的位置是通常跟明星的位置比较重叠，所以都不会叫到我吧？对，而且 UNI 曲的部分就也不太会叫到我，对。就我我跳什么 UNI， 我是跳那个奇迹啊，制服啊，还有为了明天而接吻这三首吧。对，我跳过的是这三首，所以通常不会叫到我去代役。然后我想说抽培养代役真的太贵了，请不起请不起。面面都有去代役了，所以小的被去教训是有可能。我跟你们说，代役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规律，对，没有一个规律，没有说会选谁，所以很难，对，很难，对，可能会被叫到。而且如果我去提出我想要去代役的话，他也不一定会让我，因为他们就是主要的那个人会说，哦，就是先让其他人，就是可能。研究生或者是二期生先这样子，所以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请到面面，那时候很突然，我说好，竟然还是面面，所以我们都吓到。对，而且我去代役太危险了，我怕我去别组代役，别组的粉丝都会爱上我，所以这太危险了。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所以呢，真的是我等一下，我看一下，所以就是有点对，那我们啊，不是啊，就是我也很想去代役看看啊，对。所以我去代役也不一定是好事情，毕竟就是别人的组，就是要别人散发自己的光芒啊，而不是我一去我就啊，哇，大家都看着我，怎么办啊？真的是对啊，对，即兴爆棚也不是啊。通常我会讲这些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自信，所以我才会自己讲，因为没有人会这样子讲，没有人会帮我说哦。如果小迪去大一的话，那其他人都不会看到怎么怎么，其他人都会变成小迪粉丝，就不会有人讲这种东西吧？所以就需要自己讲，对，对，用心良苦，对。然后当我在如果我在大一的时候，就发现哦，我的粉丝在这哦，看到你哦，一个一个抓起来。对啊，就是
好，现在54分了。对，到时候大家来 Days 抢票，那就嗯。而且我小时候，我那时候公演看到一整片的紫色的那个手灯，太漂亮了。而且我在跳舞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如果某一天就是可能我也去留学了之类的，然后整片灯海变成红白色的话，应该是就是变成很美丽的景象嘛，就是很漂亮，对不对？英族看点之一是代役，是吗？所以你说啊，他们有时候就是会一直换位置啊，然后很多的，对，所以可能很常会出现代役这个东西。如果有机会，我也去试试看，好不好？对。对啊，我当然是要检查好啊，而且有色差哎，可恶。真的是很，你知道，对有强迫症的人来说，虽然我没有，可是我看到有色差的紫色啊，就是总是觉得还没有用好，一些灯的颜色还没有用好，这样子。对不对？好了，先念一下排名。啊。紧张紧张，谢谢大家陪我，然后感谢大家来公演看我们 Unity Daisy， 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我真的是灯箱的，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很担心大家会误会，所以我先在这边跟大家讲，就是没有那个意思，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付出的一切，对，然后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一直支持我，对，真的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我都很怕大家会。不开心，就是我那时候讲了这样子讲，其实那是效果，我就很担心大家会不会说，我现在先跟大家讲，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我的心意，对，就这样子。好，第二十名是好魔法小瓜，小瓜牛，谢谢小瓜。然后第十九名是小光，十八名的龙魂阿霞，第十七名的班长，十六名的书风，十五名的桑桑小推，第十四名的是 Sam。第十三名的是勇哥，十二名的是Joe， 十一名的是优犬，第十名的是 Red， 第九名是 OOSX， 第八名是玉安，第七名是企鹅，第六名是李猫头，第五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然后第四名是比鲁姆，谢谢比鲁姆，谢谢第三名的解成，第二名的北极熊，还有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大家，谢谢圆滚滚。然后希望大家明天也来看我直播，明天跟大家继续聊天。都这个爆血了，可是没事，他等一下就没事了。OK， 现在先祝我抢东西成功，然后明天来跟大家汇报一下。OK， 然后明天再见，明天同样时间一点到不知道几点到，就是一点开始就会来直播了，所以大家记得要来看。OK， 拜拜 ，peace。